大家好，这节课开始呢，我们学习一下绘画控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需要学习的内容，包括什么是绘画控制，为什么要在我们的项目中使用绘画控制，以及咱们介绍一下处理绘画控制的技术 Cookie。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绘画控制。其实绘画控制呢，就是一种面向连接的可靠的通信方式。咱们会通过这个绘画控制记录或者是判断用户的一种登录的行为。比如说，当我们在某网站的 email 系统上成功登录以后，咱们每个人都有邮箱，你登录以后，那你在你的邮箱里边收信、发信、写信，这些所有的过程有可能需要访问多个页面来完成。但是呢，在同一个系统上多个页面之间相互切换的时候，还能保持用户登录的这种状态，并且呢，访问的都是登录用户自己的一些信息。那这种呢，能够在网站上跟踪一个用户，并且可以处理在同一个网站中多个页面共享数据的机制，都需要使用绘画控制的思想来完成。就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系统low cost， 比如说咱们那个细说 PHP 中后边的 CMS 或者其他网站都一样。假如说我在这儿用 admin 登录，一回车，你看一下，登录成功，我这有 admin 你好。当我转向其他的页面，现在我转向二级页面，我再转向三，你看还是 admin 你好，跟踪了这个用户。我再点三级页面，这块也输出 admin 你好。我点任何的页面，比如搜索 PHP， 按标题搜索，又是一个页面，也是 admin。 点文章也是，下边假如说有评论，发表评论，你看也是这个用户发表评论的，也就是整个网站的所有的用户操作都是 admin 的。那同时呢，我在这用 admin， 那这一个网站不光是我一个用户在可以登录，那么假如说你现在也是登录这个网站，你用你的用户名密码输入完之后，那网站上显示的都是跟你这个用户有关的所有信息。那像这种跟踪用户，在个页面跟踪用户的技术，就得使用绘画控制来帮我完成。比如说我给你画一个结构图，你看一下，假如说这是我们的服务器，这是我们的服务器，我这块知道 Web 服务器， Web 服务器，在 Web 服务器它管理多个页面，比如说第一个页面，第二个页面，第三个页面，假如这里边有很多个页面，一个 Web 服务器，比如说一个网站有可能有十多个脚本程序。然后呢，我们在客户端浏览器里边，这是浏览，假如说张三的浏览器，张三的浏览器，张三浏览器里边，假如说他想做跟踪用户，他首先呢需要通过 HTTP 协议请求这个 Web 服务器中的第一个页面，然后请求之后登录，然后再返回来这个界面，然后他再去访问第二个页面。这个时候能不能在第一个页面中这个用户的所有信息再带到第二个页面中来，如果能把这个用户的信息带过来，那就是绘画控制咱们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我们请求网站使用的是 HTTP 协议，而 HTTP 协议呢是一种无状态的协议，我们请求网站都是使用 HTTP 输入的网站， HTTP协议，它是一个无状态的协议，
那怎么理解这个无状态的协议呢？也就是说 RTP 协议呢没有一个内建的机制来维护两个事物之间的状态，也就是当一个用户请求一个页面以后再请求同一个网站上的另外一个页面的时候， HTTP 协议不会告诉我们这两个请求是来自同一个用户，会被当作独立的请求，而并不会把这两次的访问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无状态的协议，也就是用户请求了第一个页面之后再回过来是一个请求，哪怕是同一个浏览器在访问同一个网站的另外的一个页面的时候，也是使用 HTTP 协议，两次请求是独立的，不会有任何联系。所以呢，你在第一个页面中设置的变量也好，或者什么信息也好，当你访问第二个页面是一个新的请求，不会带过来，这就是无状态的协议。所以呢，所有访问第一个页面的信息不会带到第二个页面，那么也就不会把第一个用户的登录信息带到第二页面，那么带不过来。所以呢，两次访问是独立的，那我们也就没法跟踪用户。所以我们这节课内容就是想办法让在第一个脚本中操作的信息能带到第二个页面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绘画控制咱们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绘画控制啊，它是无状态的协议。那有说了，从一个页面将变量给第二页面有很多种办法呀，比如说可以通过 get 和 post 这两个方法传递，其实这可以传递变量。还有什么默认，假如说第一种情况，你看变量只能在一个页面中使用。第一个问题，假如说我在这里边声明一个，你看啊 demo.php 的文件， demo.php 文件，比如说我这儿有个 php 文件，当我请求这个页面的时候，我声明一个变量等于比如说 hello， 那这个变量只有在声明开始到结束，整个脚本结束之前，也就是一访问这个放到内存，脚本执行之前都可以使用，当脚本执行结束了也就被释放了。那怎么能让这个变量在另外一个页面，比如说 test.php 中也能使用到这个里边的变量呢？那么默认就是页面级的，刚才看到第一种只能在一个页面使用，所以就是页面级的，配置级的，只能在同一个页面中使用。如果想要在两个页面之间传递，我就使用第二种 get 和 post 之间传递，将这个变量通过链接，比如说我这有一个链接 A， 链接到访问到 test.php 的时候，问号 var 等于，你看也等于这个值，输出 var。 现在我一点链接的时候就能把这变量拿到 test， 你看访问到 test 页面吗？在这个页面我刚才是用地址栏 get 传递的，所以我在这里边就可以通过得到一个变量 $ 下划线 get 里边，比如说获取到这个 var， 那这个时候 var 两个页面的变量就能都用同一个值，看都是用 hello，然后我在这输出，就能在另外一个页面中输出后 hello 了。比如说我现在访问一下这个 localhost 里边的吸收 php 里边的 demo.php， 这个链接我得加一个斜杠 a， 访问 test 这个页面，你看我现在是一个请求，是一个请求，我现在一点击这个页面，现在请求就相当于什么呢？这个图里边请求的第一个页面，然后想把第一个页面拿到第二页面中，本身默认是只能在第一个页面用，拿到第二页面中我就用了什么 get 或者 post， 我现在只用了 get 方式，然后我在这点 test， 你看也能输出 hello， 这样就把第一个页面变量
通过地址栏这个方式拿到了第二页面中。所以 get 的方式和 post 的方式呢，是两个页面之间的传递，之间传递。但是这个呢不适合大量的数据，比如说我需要传递五个变量在两个页面之间，那我就需要从这个链接里边加五个变量都这么加上去，那多麻烦呢。另外呢，我一个页面假如说有1000个链接，有五个变量需要传递，那么你就得在1000个链接中都加上这五个链接传递，哪个链接你不加都不会把变量传到另外一个页面中去。所以呢这个不是跟踪用户的首选，不是跟踪用户的首选。那还有一个，我可以把变量存储到文件里，然后第二页面呢从文件里边去获取。比如说第三个，也就是要比如说将变量存在文件或是数据库中。那我说这个多方便呢，我第一个面假如说有两个变量，我把这两个变量写到数据库中或者写到文件中，比如说我不用 get 这种方式了，我把这个变量用比如说文件 port:contents 将写到 vr 变量点 tit 文件中，内容是 vr， 然后在这个页面我也不从这里读了，我直接输出，你看 file get contents 从这个 vr.tit 文件中，你看一下。同样我先请求第一个页面，我不用没有链接的方式，我现在防了第一个页面，它已经写到文件中了，我再独立请求第二个页面，你看也能把 hello 获取到，然后呢其他页面从这文件里边也都能获取到。这种方式是可以的，比 get 那种要方便，将比如说一个页面中五个变量，把五个变量都保存到文件中，然后其他页面都从这文件中获取变量就可以了。但是你想一下，这种跟踪变量的方式是所有人共用变量，所有人都共用这个变量，所以也不是跟踪用户的首选，也不是跟踪用户的首选。那说这种方式为什么不是跟踪用户的首选呢？你想象一下，我现在是就刚才访问的这个网站 admin 登录用户，所有页面都是 admin 用户的信息，你用 hello 用户登录，所有的文件都是 hello 用户的信息。所以就比如说这里边，假如说我系统里边有三个用户登录，比如说 admin 用户，假如说是一个 email 系统 admin 登录，有个user 登录，有个 hello 用户登录，这三个用户登录，然后 admin 访问的第一个页面、第二个页面、第三个页面，用户访问第一个页面、第二个页面、第三个页面， hello 用户访问第一个页面、第二个页面、第三个页面，我要让系统里判断登录的123页面是 admin 用户，也让系统知道登录的三个是 user 用户，也让系统知道这个是 hello 用户，是这样的。而我用 get 的方式从一个页面传到另外一个页面，你的确可以传递数据，但是非常麻烦。如果用文件的存的方式，那么将第一个用户保存到这个文件里，那第二用户呢也能从这个文件里读出来，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跟踪用户了，是所有用户共用的变量了，在文件里存着。就像咱这个，比如说刚才我访问这两个的情况，我随便的一个用户都可以从这文件里把数据读出来，这不是跟踪单个用户的概念。所以呢绘画控制就是跟踪用户，也就是说让一个用户访问每个页面，服务器都知道是哪个用户在访问，因为不同的用户有不同的登录名，
是这样的。所以呢，咱们这个就得用筛审级的，这叫绘画级。筛审级的，也就是刚才一二三都不行，咱得用筛审级的方式才能够完成跟踪同一个用户，让同一个用户的各个变量在各个页面中传递，并不是说一个变量在各页面传递，所有用户都能用。就像比如说刚才咱用保存文件的方式，那如果画图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块有一个文件，里边存了一个 hello， 那你先看一下，不管什么用户来都可以往这文件里写，从这文件里读，都可以往这文件里写，从这文件读，是这样的。这是用文件的方式，所有用户公用了，不光是张三浏览器登录是这样，可以往这里存，也往里写。假如这块有个李四的用户，李四的浏览器，李四用户，他使用他自己的浏览器，李四的浏览器，你看他访问第一个页面或者访问第二个页面，也能把文件的写着读出来，张三也可以把这变量读出来，这个变量公用，公用是不能区分哪个用户的。所以咱们现在就要用到，如果想区分出一个用户的哪些变量跟踪用户，就得用 cookie 技术或者是 session 技术。那我们这节课主要介绍 cookie 技术，下节课咱们再详细向你介绍session 技术。那我们先看一下 cookie 的应用。那么什么是 cookie 呢？咱说了，首先要知道 cookie 就是完成跟踪用户的，这大家先清楚。但它英文的意思是小甜点，谁给谁的小甜点？服务器，服务器给客户端的，客户端的礼物。但是这个礼物小甜点不是白给你客户端的，需要你客户端利用一个文件来记录我服务器的信息。比如说你看，张三访问服务器的时候输入他的用户名信息，然后登录之后就会在张三这块开辟一个文件，客户端的一个文件里边专门记录张三的用户信息。比如说他的用户名，用户名就是用户名是张三，然后他的用户 ID 是比如说第555个用户，然后他是否登录，你想保存什么在这里边都可以。然后第二用户李四登录也在客户端的某文件里边记录李四的信息，比如说用户名等于李四，然后他的 UID 比如说他是666个用户，然后他是登录的。你看一下，这就是用客户端的 cookie 去存 cookie cookie， 这也是用户端的 cookie。 所以呢，借助用户端的一个文件 cookie 来保存数据，要登录之后服务器设置客户端的 cookie 信息。这样的话他登录完之后设置完用户 cookie 信息，我用红色表示，比如说他第一次在这个页面里边访问，然后设置他 cookie 信息，客户端浏览器 cookie 信息，然后张三访问你这个网站的第二个页面，就会自动把这个 cookie 信息带过来，所以在第二页面里边就会把 cookie 信息怎么的读进来。如果他去访问第三个页面，也会把带着 cookie 信息过来。而同样的，比如说我用这个绿线表示，李四访问第一个页面，输入完信息之后，把 cookie 设置完，设置到客户端电脑里边。李四访问这网站的第二个页面也好，第三个页面也好，第四个页面也好，或者是第五个页面，都会带着他的 cookie 信息过来。这样的话，在这个几个页面里边，不管哪个用户访问，只要从他这用户的 cookie 里读，就知道他的用户名、他的 UID、他是否登录，都可以找到。所以呢 ，cookie 就是借助于客户端电脑的一个文件来保存数据。这里边记住，你看，就是借助
借助什么客户端电脑的一个文件来保存这个用户信息，然后保存完了之后再访问同一个网站的各个页面，都会带着这些信息过去，服务器在每个页面只要通过这些信息就能区分用户，因为信息都记录在用户的 cookie 里边。咱大家再举个例子，就比如说这个去商场，你第一次到商场，比如张三第一次到商场，商场给他办了一张会员卡，然后呢他每次再到这商场，下次再到这商场其他的时候都会怎么的，都会带着会员卡来，然后呢各个门店只要看到他拿的会员卡就知道他是会员，就可以享受一些打折呀、积分的待遇。他出示每次过来都是要出示会员卡，而李四呢也到商家也办了一个会员卡，那服务器呢也知道他是会员，所以呢也能通过会员卡里边就知道他是李四的信息，积了多少分，对吧，应该享受多大的打折。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看成是会员卡是商家发给用户的，那 cookie 呢也是服务器发送给客户端的，就这概念，这就是 cookie。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设置 cookie， 也如何去使用 cookie。 那我们设置 cookie 呢很容易，比如说我们把 PHP 手册打开，只要我们搜一下 set cookie set cookie 这个函数，你看这个我们就可以使用了。这个 cookie 呢使用的非常简单，只要用户的浏览器支持 cookie 功能，我们就可以使用 PHP 的 set cookie 这个函数来建立一个新的 cookie。 要记住 cookie 是通过头信息发送的，它因为咱们用户像看这个图，用户在往客户端发送数据的时候，内容是通过直接输出的方式给浏览器的，但是 cookie 的信息消息要通过消息头先传过去，所以呢 cookie 是头信息。咱们前面多次提到一个服务器向客户端发送数据的时候呢，有三方面信息，先是状态，然后再是头信息，再是内容，就网页中显示的内容。所以呢它既然是头信息，所以在设置 cookie 之前不要有任何输出，哪怕空格空行都不要，否则它会出现一些警告的消息，因为它属于设置头信息，跟 HAD 函数一样都属于头信息。比如说我们上一页，再上一页，你看一下，等一下，我想找到这个函数所在的一个区域，到西了，你看过了，网络函数，看一下 set cookie， 这些函数大部分都是头信息的函数。你比如说 header 看到了吗？在这儿 set cookie 都是头信息函数，网络函数 set cookie， 所以它前面呢不要有任何输出。那这个它的格式呢，第一个是要向客户端保存的变量名，然后让客户端保存的值，这个变量和值在客户端需要保存多长时间，比如说你保存到10秒钟，那么10秒钟用户只要使用同一个浏览器来访问这个网站的话，都会知道用户的身份，也就是这个会员卡假如给用户是一个有效期的，在有效期之内访问都能知道用户身份，比如说定制10天，10天之内来访问都可以，那假如是10天之后呢，这就没有了，他要又重新登录，比如说重新办卡，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第三个参数是时间，然后第四个参数指的什么？是在服务器端指定的路径。如果设置这个值，那服务器中只有指定的路径下的网页或程序可以存取子库 K。 比如说设置根，那根下边的网站网页都可以使用库 K。 如果设置根下边某一个目录，那只有根下边某一个目录可以使用这个程序。当然这个我们不指定了，那就是整个网站了。然后这个呢指定什么？是指定 cookie 所属服务器的网址名称，预设是建立此 cookie 服务器的一个网址。当然我这个如果不写的话，那么你访问哪个网站这块会自动写哪个网址，所以也不用咱们去写。路径呢一般咱也用不上，也是整个网站。然后这个是指定 cookie 是否通过安全的 HTTPS 来传输，来传输这个 cookie 的一些常数。如果没有设定子值，那只是在某种只有在某种情况下才能在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一个传递。所以这里边我们只需要知道前三个值，就能把一个变量和值保存到客户端，保存多长时间。如果有多个数据，那么我们可以使用 setCookie 使用多次来向客户端保存数据。比如说我在这里边 demo 页面里边，我使用 setCookie， 你看一下，我保存一个变量名，当然第一个是必须的，比如说万变量，它的我这个值是一行一，我保存一个 setCookie， 保存一个 to 变量是一行二，保存一个 three 变量是一行三，看一下，我保存了三个变量到服务器中。你看这块输出，假如说我前边有输出，去保存变量，你看一下行不行？然后我这边下输出，这边再输出，保存成功。好，我们来试一下。当然我这块只写了保存什么变量，保存完之后它就会消失，所以我这块要指定一个时间。看，写保存的时间 time， 我要等于 time， 这是当前的时间，是一个时间缩秒数加上3600，是保存一个小时，所以后边这块写上一个时间 time， 这一个小时这个都会在客户端存着这个变量，这三个变量。现在你看一下，我现在执行 demo.php， 刷新一下，你看会出现警告。为什么会出现警告？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看不能更改头信息，头已经发送，头之前已经有数据发送。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是设置头函数，头之前我有输出了，看到没有？因为头是客户端服务器向客户端输出的第二部分，而输出的内容是第三部分。现在你第三部分在第二部分之前肯定就出错的，所以呢头函数之前不能有任何输出。那现在我删掉这个，你这位再看一下，保存成功。现在我就把 cookie 保存到客户端的浏览器里去了，也就是保存了 one two three 三个变量在这个用户的浏览器里边，用户的三个变量。那现在保存在哪儿保存着呢？在客户端电脑里边。当然我本身电脑既做客户端又做服务器端了，现在假如说我以又客户端的身份我去看一下，保存在 C 盘下边的这个下边的缺省，我现在缺省是用这个用户，这个用户下边有一个隐藏文件夹叫做 cookies， 这个目录下你看一下，我现在这有一些其他的我先删掉，当然有一个这文件删不掉的啊，这文件在用，你看删不掉的。现在没有 cookie 信息了，你看我现在再刷新一下，现在 cookie 刚才不保存了吗？我已经让它不保存了，我再刷新一下，又重新请求 demo.php 文件，也就是又重新请求它一文件，它这里边又设置 cookie。 好，刷新一下，又保存成功了。然后你看一下这个页面，在这个 cookie 目录下，你看就有一个这个文件
记录的信息，你可以打开看一下，有 1, 1, 然后呢是这个路径下的，这个主机这个路径下的，后边有可能保存一些时间，然后 2 变量保存的什么路径下，因为后边参数没写，咱们都默认本机的什么路径下有这个域名，就在这保存着呢，这个数据。这个格式呢你不用去看懂，你不用去看懂，咱也不用去管，但咱有一种取的方式。现在我既然保存一个小时，那在一个小时里边，它访问我这个网站里边的任何一个文件，比如 test.php 访问这个文件，你看一下我能不能把变量获取到。可以。怎么获取呢？也很简单，前面咱介绍过超全局数组，有 dollar 下边 get 是获取什么呢？获取页面请求的， post 也是用 post 提交的，然后 files 这都介绍过，还有什么 server 还有 globs globals 还有 request 等等等等，还有 env。 那这里边咱们就有一个什么，所有客户端只要我请求，客户端有数据，他在请求其他页面的时候都会把数据带过来，而且多条数据它怎么带呢？所有的数据都在这个超全局数组里边呢。$ 下划线 COOKIE 都在这个数组里边呢。比如说我现在打一下这个数组，你看，就是一个数组。我想取这个页面取任何某一个值，都可以。从就是一个访问数组的方式，你可以便利啊。比如说我想取出来其中的 to， 那怎么办？直接输出 dollar 下划线 COOKIE 下边的 to 不就完了吗？看一下，就出来了吗？当然，如果我做一个其他文件，比如 test， 我再做一个另外一个文件，假如说叫做 hello.php 文件，同样这里边也写这样代码，也是可以直接访问到的，也是客户端在访问其他页面，你看在访问这个文件也会把它数据带过来啊。比如说 test.hello.php， 你看也会把数据带过来， test 的也会，所以这几个页面呢都会把这个变量带过去，那这就跟踪一个用户了。当然了，我不同的用户登录，我保存这个用户里边，比如说他保存的是李四，保存 ID 666是处，那我这个各个页面也得到从 cookie 里边得到这几个变量，那得到的是李四用户名， UID 是666，登录是真，张三登录的设置是这个信息。所以假如说有100个用户，他就有100个客户端，那100个客户端里边都有一个文件分别记录这100个用户每个用户的情况，那每个用户来访问网站的时候都是带着自己的信息过来的。所以我们这里边只要通过那个固定的dollar下划线 cookie 那个数组里边就能取到对应用户的信息，这不就跟踪用户了吗？每个用户都有自己的信息，就相当于会员卡过来，那么服务器每个页面都可以从这里边得到信息。当然了，咱们这个设置 cookie 的时候不光是能设置变量，我也可以设置数组啊。比如说 set COOKIE， 假如说我这里边设置一个 for， 我是一个数组 FOUR， 你看这块写着中括号0里边存个值，比如说是 A， 然后 set COOKIE 里边存个 FOUR， 下标是1，值是 b， 当然也可以是关联数组 set COOKIE， 比如这块还是 for， 中括号里边是一个，这里边是AA， 存的是 c。 我们看一下打印数组的时候，首先呢我需要先访问一下第一个页面这个 demo， 你看啊 demo.php 保存成功，然后我再访问 test， 你看从这里边test.php 刷新一下，哦 ，for 没保存里去，哦，为什么没保存里去啊？没保存时间，它能保存进去吗 ？time 没保存时间的话，马上这个变量就消失了。你得让它存活在客户端保存多久？好，现在我再访问一下，第一个
test.php 先访问 demo.php 保存成功，刷新一下，现在我在访问 test.php 第二页面，你看一下就有了 full， 下边是0的，下边是1的，下边是 AA 的，当然 AA 你不用加引号啊，这块下边是 AA 的，你看就是在这个数组里边又保存了一个数组。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对象保存进来，但是对象保存进来的时候我们一般呢就使用对象序列化进行操作。那如果我想把变量我不用这个，我除了在这块在这个目录文件夹上我把这个文件删除，它 cookie 就没有了，我在程序里边怎么做退出或者做删除变量呢？假如说你看我在 hello 里边，这不有取出变量吗，我在这里边删除，怎么删除？刚才咱们设置变量的时候用了这些，我现在做删除的时候很容易，假如说一访问这个怎么删除呢，还是这几个变量名，值你就不用给了，随便给就行了，你知道吗，你就得一个一个的去删除，它没有一个，因为在客户端你没有一个整体删除的办法，你看。然后时间我直接就是这个时间，或者是减100，直接让它过期，或者是减200都可以，或者是当前时间都行，比如减200也可以，怎么的，比如像这个我只写变量名必须存的，我不存两个值，那默认就是当前时间也能删掉，或者是当前时间减100减200都行，只要它过期时间。所以 set cookie 可以向客户端保存变量，也可以将客户端的变量删除。现在你看这个文件还在这儿，我现在访问一下 hello.php 刷新一下，这回你再看一下这目录下，当然这个还少一个 AA 这块没删除，它没有全删除，time 减200 AA 这块啊，我刚才那个里边不是 AA， 是用了是这个 AA， 刚才我这个把它删掉了吗，它这里边咱们用的是单引号的 AA， 你看我再执行一下 hello， 你看这文件就没了，因为把里边所有的变量都清空了，这文件一看没有内容了，它也就删除了，清除 cookie 了。这就是一个设置 cookie， 一个获取 cookie， 非常的方便。那现在咱们就用这个 cookie 做一个实例，看一下，做一个 cookie 的实例， cookie cookie 的实例。假如说我这里边有一个想做一个模拟刚才那个用户登录的过程，先写一下，一个是 is login.php， 用它去做登录。然后登录之后访问这里边的 to.php 页面，能输出这个用户的所有信息，然后在这个 three 页面也能输出用户的所有信息，然后如果我访问这个 logout.php 就让它退出。那首先呢我得需要一个表，我现在用 cookie 做整个用户的登录过程，那我现在数据库得需要一个用户表，比如说 mysql-u-root-p12345-6， 然后细说 phpdb， 看这个库搜一下 tables 有没有这个用户表，有的话咱把它删掉， drop 删除 tables 删除这表，我再创建一下 cret 创建，比如说创建一个table 这个，然后 users 一个用户表，你看啊，这个用户表里边假如说有 id int not 非空 auto 下划线 incremt 自动增长 primary key 是逐渐的，然后用户呢有一个名字 vrchr 30个字段，然后用户有密码 psword， 密码呢咱们用字符串的差类型，比如说32位的，
32位，咱们做一个加密的，然后有用户名，有密码不行，还得有权限，比如说 ALOW 允许一的权限，假如说允许是否登录的权限，用 INT ALOW 允许二的权限 ALOW 像允许三的权限，允许四的权限，假如说我做一些权限位，但这些我都得给类型，假如说我就随便用一个整型了 INT 好，允许这权限。当然我们这里边有权限之后，我可以在这里边插入几个用户， insert into 插入到 USERS 里边，插入这里边 ID 是宗族长不用插， name 字段 PSSWORD 然后 ALOW 下划线1L， 算了，我直接插入所有的吧，不然得写很多个值 VLUES 值，第一个咱们存空，它会就会自动增长了。然后名字，比如这会儿存 admin， 然后密码 MD5 加密一下，比如说 admin 用加密的存入存进去，允许比如 admin 所有权限，允许一代表是有所有权限，你看 SERET 选择形容 from 从 USERS 里边，你看这块一所有权限，然后再插入，比如说user 用户，让它密码也是 user USER。 当然了，我们真正做程序的时候，这个用户注册是一个界面的方式，让它是一零，让它这个呢有一和三有权限，允许一和三的权限，然后再插入一个，比如说 hello 用户，Hello， 密码呢也是 Hello， 然后呢，它这块都是零，什么权限都没有。你看，星 from 从 USERS 这里边，这是这三个用户的信息。当然了，你可以有一些其他对应这个表的信息，看它可不可以操作。比如说，某个用户下边某个表，比如说存信的表。或者存文章的表，看哪个用户发送的，哪个用户只能看见自己的文章的话，那你就关联这个 ID 就行了，咱们其他都可以做。先看一下做一个登录的表单，比如说就 AsLog PHP 就叫 Login 吧，也别叫 AsLogin 了，你看就是 Login。 这里边首先呢，我们要写一个表单 HTML 斜杠 HTMLHEAD 斜杠 HEAD title 斜杠 title， 比如说用户登录 BODY BODYT 斜杠 BODYT 来个表格吧，放在中间，让它有个边框，放在宽度，比如说是300斜杠 table， 然后 tr 斜杠 tr， 前边我们先给上一个 caption， 这块写上 h1 斜杠 h1 用户登录，然后 th 斜杠 th td 斜杠 td， 这是用户名、密码、这写上 cols 拼，让它占两列。LIG 让它居中，然后这块来一个 input 按钮，登录按钮 input 类型等于 SUBMIT， 然后名字等于 SUB 值等于登录
那既然这块有了，这块咱们也得是一个 input 类型等于文本的 name 等于用户名，用户名就是名字吧，因为数据库里边咱们用就用的名字，值不用写。这块也来一个 input 类型等于密码框，名字等于 PSSWRD。 然后外层呢咱们得有个表单，因为它是提交的 form。 那表单呢咱们HTML 提交，还提交给本页面，比如 login.php。 然后方法呢咱们就用 POST 的方法登录。好，我们来访问一下，直接访问这里边的登录 login.php。 cookie 目录下的COOKIE 目录下的 login.php， 你看登录框有了，用户登录，比如输入 admin， 输入密码，那我需要一登录的时候把它提交给谁啊？提交给自己，那我需要在前边去接收，看一下，首先它判断是点是默认刷新页面，就像这样，是用户刷新页面啊，还是点击登录？如果一点击登录，我就能通过这个 as set 里边有一个 $ 下划线，用 post 提交过来的随便的一个名称，如果不为空，比如说这个 sub， 就是判断提交按钮有的话，证明它是点登录了。如果是点赞按钮，我就开始先去判断它是否能登录成功。所以我这里边得先有一个连接数据库的一个方法，假如说这 con.inc.php， 我去连接数据库和选择库，那我这里边假如说我用 MySQL 的技术，那么 MySQL 等于 new MySQL con 是 localhost 用户名 root 密码123456，然后库是细说 phpdb。好，连接这个有了，那我在这块首先呢一点这个，我先 include conn.inc.php， 先选择连接这个数据库，然后呢接收到的用户名密码，接收到的用户名密码都是在 post 里边，所以呢我做一个 SQL 语句 select 查询 id， 因为这表里边有个 id from 从用户表里边，where条件名字等于并且密码等于，看一下名字等于什么，直接用 $ 下划线 post 里边我传过来的 name， 并且密码等于我们这块就得用 md5 加密了， md5 把传过来的密码用 md5 加密下划线 post 里边的PSSWRD。 你看如果从这个数据库里边查到数据了，那证明数据库里边有这个数据，那好，直接通过 MySQL 里边的 QRY 执行这个 SQL 语句等于 RESURD 结果集，如果按这个用户名和密码能查到数据，证明他登录成功的，注册过的是这个用户名密码，就可以允许他登录。那这块怎么判断能查到啊？如果结果集里边 num 下划线 rws 这个行数大于零的，证明查出来了，那证明他登录成功，否则的话失败，否则的话那我还让他去输入用户密码就不用管了。如果登录成功的话，我先干嘛？可以先设置set cookie， 把它的用户名，也就是传过来的 post 里边的 name 保存到 cookie 里边。保存多长时间呢？它
time 等于 time 加上3600，比如说保存一小时，你可以是60乘以60，这是一小时，再乘以24保存是一天，再乘以7保存是一周都可以。然后这块 $time 除了设置这个，还得 set COOKIE 把它的用户的 ID 保存到，用户 ID 正是咱们从结果集里边，你知道可以获取一行 ROW 一行等于 RESURT FETCH 下划线 ASSOC 获取一行记录，然后从这一行里边，咱们上面四口语句里边就找到了谁了，不有这个 ID 吗？保存多长时间也是这个，然后 set cookie 保存 as login， 你不能让每个用户都去到数据库判断，只有登录判断就行了，登录成功 TURE 或者保存一个真值1都可以。好，保存了这三个变量，那么设置完之后我直接用 hard 跳转，前面如果没有输出的话就可以跳转，比如跳转到位置 ROCATLON， 位置是 index.php， 直接跳转到 index.php， 那我这块应该需要有一个，你知道 index.php， 那我在这里边如果登录成功的话，跳转的话啊，如果输出到这块往下来没跳转的话，如果再往下输出了，那就是重新输出用户名密码有误，意思让它是重新再输入用户名密码，如果执行到这没跳转，成功就跳转走了吗？所以在其他页面里边我们都需要不都有这个全局的连接文件吗？那好，就在这个全局的连接文件里边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判断，看啊，如果算了，我再单独定一个文件吧，比如说全局的文件通用的吧，就叫做 con 通用 comm.php 的文件，这里边做一个这样的判断，如果刀了符下划线 cookie 下边是 as login 是真的，那当然取反了，它就是什么，就是假的，是假的就是没有登录的，没有登录 hard 都转到 rocatln 位置 login.php 都转到这个登录界面，如果登录不成功的话都转登录，如果登录成功就不转，不转就是在本页面，所以我在每个页面里边都包含这个 include 包含这块通用这个 comm.php 文件，这里边就可以判断它是否登录成功，然后这里边输出什么用户谁啊下划线COOKIE cookie 里边有一个用户名 USER 用户名，他用户他您好，可以加出一下这样 B 标签，用户某某您好，然后你有的你的权限如下，你的权限如下，都有什么权限呢？看一下，那么我们就得需要连接数据库了。include 包含 conn.inc.php 查询所有的用户信息 ，SQL 语句等于 SELECT 选择，选择 ALOW。下划线1这个权限 ALOW 下划线2的权限3的权限4的权限 from 从用户表里边 where 条件是什么，看一下
VAR 条件是 ID 等于在这儿呢 dollar 符下划线 COOKIE cookie 里边咱们设置了一个 UID， 你看一下就能把这个用户的所有信息都打过来，因为咱在设置 cookie 的时候登录的时候你看一下有了设置一个 UID， 现在我把 UID 就能够保存到这个里边，然后根据这个前线 RESULT 结果集 MySQL 里边的QEY 执行 secure， 然后获取到一行数据等于结果集里边 FETCH 下划线 ASSOC， 然后如果 RW 里边这个用户的信息，这是用户的信息，单个用户的信息我就叫用户吧， USER 这个用户信息，比如说有 ALOW 下划线1这个权限，那我就说明你的权限有一行它就可以有执行1的权限，假设能干这个活，如果它有2的权限，如果它有3的权限，它有4的权限，我这块就让它有可以干2的活，这可以让他干3的活，这块可以让他有4的操作 ,1234。然后同样我可以在这个页面转向其他页面，比如说问号 A 斜杠 A 第二换行，比如说第二页 HREF 等于tw.php 第三页，然后退出 thre3 退出，比如说 log.out.php 有这么几个，第二页第三页，那我这里边得知道第几页，用户你好啊，这是网站首页，同样的代码，假如说用户想在这个第二页里边也把这些权限都获取到，他也得这么做，这块这是网站的第二个页面图页面，如果想回到想有第三个页面的话，所以这里边也可以这样写，他都会转，这是网站的第三个页面，如果是退出的话，你看退出的话该怎么做呢，如果跟刚才一样都占这个，这两个就不用包含了，如果是退出的话，如果是登录的话，没登录的话也直接转向这个页面，那如果退出的话，我直接输出这个用户名 dollar 符下划线，输出 dollar 符下划线 COOKIE 用户名再见，再见，你看一下，那如果在前边我先把它注册掉注销掉，然后再输入再见，用户名已经没有了，在注销掉。在前面输出呢，我 set cookie 还是一个设置头函数，它还不能在前面输出，所以呢，我就先要把这个用户名从这个下划线 COOKIE 中获取到，先获取出来，然后我在这输出的时候输出某某用户再见。当然你需要这种格式的话，那在这块我就可以已经把这个名字取出来放到这里边了，然后就可以一个一个注销 set COOKIE 先注销掉 USERIME 这个，然后再注销掉比如说 UID， 咱说了这可以在这块存一个时间嘛，是负多少秒都可以，或者是直接不存
就可以把第三个变量释放掉。还有一个 is login， 这可以就可以注销掉了。然后注销掉之后，某某再见，下边你再给它一个链接，直接到 login 点 php 斜杠 a 重新登录。好，我们来试一下我们整个这个系统好不好使。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刷新是没问题的，登录，我现在用一个错误的账号 YYY， 密码 YYY， 看这个，这肯定是错误的，你看用户密码有误。如果用 admin 登录，密码也是 admin， 登录成功之后会直接转向 index 主页面。但是我没登录之前，你看我系统任何页面都访问不了，你看我直接如果直接访问 index.php， 它也会跳转那儿来，访问 to 页面点 php， 它也会转到 login， 访问 for 点 php， 啊，这个没有 for 点 php， 有个 log out 点 php， 直接访问也会转过来。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所有的功能都写在哪去了？不是这个里边，你看啊，我们在这块判断的，如果找不到这个，都转向登录页面，只有登录之后咱们才把它设成真的，所以才可以访问。那现在比如说我用 admin 登录，一点登录，如果成功的话，哦，没有成功，那看原因，我输出一下这条思考语句，admin， 看这条思考语句，选择 id from 从 users， while 条件名字等 admin， 密码等于这个，并且密码等于这个，看密码和我们这里边的 admin 密码一不一样？212开头的，后边是 F73， 是一样的，因为 MD5 加密技术都是一样的，没有理由不一样了。这就不用输出，因为设置输出 to 前面都不行。然后获取记录时间，转向 index.rocation location 点 other， 没有问题啊。用 admin 登录一下，密码 admin， 刚才那输入是正确的。那这个变量 is login， 那我看这个里边咱们写的是不是 is login， is login 等于真，先不跳转，打一下，咱们应该是登录成功的了，不然不能执行这里边，看这里边的值 cookie。admin， 这位可以了，刚才是为什么呢？你看这里边 is login 这个值是 true， 这个值没给上，所以咱们重新这样设置吧，也别给 true 了，这个布尔型值给一，不也代表真吗？零就代表假吗？这个问题很诡异啊，看刚才这块没转，刚才是没转过来，其实是登录成功的，这我们再重新开始一下。login login 点 php， 刚才这个里边没有值吗？好 ，admin 登录一下，怎么还是这个问题？或者这么判断，如果 is login 不等于一，这个 l 没小写。错了，刚才那个 L 是大写的，而我这里边是小写的，问题在这儿啊，没区分大小写，所以再试一下 admin， 你看这个就好了。用户 admin 你好，这是网站首页，你的权限如下， admin 它有四个权限，你可以看一下，四个全是一。然后转向第二个页，
艾德米你好，又跟踪的用户了，这是网站第二页面，你的权限也是这，全都能获取到。第三个页面，现在我退出，艾德米再见，重新再登录，这里边我用 USER 登录，再写一个密码也是 USER 登录，确定。那又跟踪这个用户了，用户你好，这是网站首页，你的权限有一和三，你看这里边权限第一个和第三个有，然后转进第二页面也是跟踪了，也有这个用户，也能看到权限了，第三个用户也是了，点退出，再见，再重新登录，我再用 Hello 用户登录，用户 Hello 你好，这是网站首，这个怎么能是网首页，对，二级页面，第二页面，第三个页面，退出，重新登录，我输入一个随便的一个变量，数据库里没有的，用户密码错误，这就是模拟整个用 cookie 模拟登录的过程。其实很简单，就是咱们在这里边设置变量到全局里边，按照这个咱们这个图解释的张三李四这个问题，跟踪用户，不同用户里边设置不同权限。现在我是分别用这几个用户登录的，我也可以怎么的？我也可以用多个用户同时来一起操作，因为现在咱不能模拟多个用户的环境。假如说现在在教室有20个人一起访问，每个用户注册登录之后，那么各自显示各自的信息，不会乱。就像咱们购物商城一样，每人有各自的购物车，有各自己的订单，你不能说你放到购物车里之后别人替你买单呢，对吧？都是有自己的订单，自己的购物车，不会乱的，因为每个用户都有自己的信息。只要你使用同一个浏览器，访问的是同一个网站，因为这里边记录哪个网站的信息嘛。那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cookie 这里边是没有的，咱们再看这个文件，记录这个文件成不成功， admin 登录，好，看一下这块多了一个这个文件，这里边就是咱们设置的用户名，用户的信息，但是你不要把密码设到这里边啊，容易泄露暴露出去。这是目录结构，然后当我退出的时候它就没有了，点退出，现在你看一下它也就删掉了，也就注销掉了。不然的话什么时候注销掉呢？我在里边保存的是好像是一周，所以一周它才有效，一周任何时候，比如说现在登录了，哪怕我关闭浏览器重新登录，你看 admin 登录，现在哪怕我关闭浏览器啊，任何时候我现在只要用这个 IE 浏览器，但是用火狐你就得用火狐，看继续说 PHP 下边 COOKIE 下边的 index， 哦，不对啊，我刚才登录的是一周啊，还在这呢，浏览器比较诡异，应该我再一次登录的时候应该直接就是啊 index 的点 php to 页面点 php， 这应该又出现了一点小问题，然后再登录一下吧，第二页第三页还有一点小问题啊，这个应该是可以的，难道我地址关闭浏览器再开启浏览器在没退出的时候，难道 cookie 这个关闭浏览器它自动有改动？没有改动啊，哦，这里边没有 as log in 了，那个一的值没重新加进去，这有用户名 admin uid没有 as login， 咱们这块看一下 login 这块 as login 等于一，这是没问题的，等于真。哦，这个有问题，我没加时间，我说有点小问题嘛，你看后边得加个时间就可以了。这回咱们再试一下，比如说我 admin 登录退出，我再一下重新登录一下。admin 登录，好，保存这个地址，你看我关掉浏览器，现在在一周之内都可以，我再打开重新输入这个 admin， 你看直接就 admin 了，
刚才咱们错误的原因是有点小问题，是这个 as log in 我后边没写这个保存的时间，那它马上关闭浏览器，它直接它就失效了嘛，时间失效了，这回咱们程序就没有问题了。好，这就是咱们这节课内容，主要介绍了什么是会话控制，然后用 cookie 技术实现用户的会话控制。咱们下一节课呢，介绍一下使用 session 去完成我们的会话控制。好，谢谢大家，这节课我们就教到这里。